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廖文。我以为是那种《仙剑奇侠传》那个重楼嘛，我以为是往这边靠的，没有第二反应，就是知道这个之后其实不理解，然后后面才知道意思，哦，原来如此。我现在我觉得这就是最基本的，我觉得都没有做得特别完美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如果再往后面走的话，就是。作品嘛，我觉得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个问题。我们自己的这边的人，我觉得是没有创新的。我是一个零件，觉得就是很多地方都能帮助到大家，比如齿轮，虽然这个物件很小，但是它能发挥特别大作用。大家七个人都是不可缺失的一员，就是时间，大家合体的时间。对，我真正我觉得我成长的这一年，也就是在这段时间。因为之前其实，在做工作的时候，我特别浮躁，但是在最近，我会发现，我会去克制自己，然后我会慢慢的想说，你可以的，我会给自己加油鼓励。我这人挺奇怪的，其实很矛盾。比如说，你把工作排满了之后，我倒是没有什么难受的点。就当我在上课的时候，休息的那个时候，比如我在打球啊、听歌、看电影什么的，明明是一个放松自己的。身体劳逸结合的一个时间段，做任何事儿我就是开心不起来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只知道就是我今天一定就熬夜把这个干完，我就要把这个写出来。就算是不写歌的那种夜晚，我也会熬夜睡不着，失眠就想东想西的。两个都有，一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二是我觉得我在努力，我知道我此刻正在做一些对我非常有意义的事情，我会从中取得一些比如成就感。我这有时间，我每天都会写，我觉得像是我的一种支柱吧。音乐真的会给我力量，这是个好问题啊！我会啊，我肯定会，但是在意程度不是特别多，因为听这首歌的占比，就是比如有不同年龄的人也会在听嘛，所以我肯定是想问大家觉得这首歌怎么样，就是抛开滤镜，如果真不好听就不好听，就说呗。嗯，我理解。我其实一直跟我妈说的就是，我真的不想长大，我真的好想再变回小孩子啊！就很小的时候，你知道我有多想跟我弟弟一样吗？我弟弟真是躺床上就睡，我真的很羡慕这样的能力。小时候自己其实真的每天很快乐嘛，当然啊，这个快乐也仅仅是局限于童年。养成系这三个字，我觉得不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这三个字。我是说，就跟我养土豆一样。那养成系，我把它养这么大，对不对？你说长大了还不是养成系，那怎么可能呢？我觉得是取决于你看这个东西的视角。我觉得是需要的。其实我们一路走来也离不开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嘛。可能以后走的路就会更险峻一点了。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认可我们，多多鼓励一下我们，我再一起走下去啊。我觉得流量也不够，那我觉得如果流量再好一点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就有更多合作机会了？出作品的一些渠道就会更多了。那我们为什么流量不够？还是因为没作品嘛？如果我们都有作品的话，我们流量是不是会再高一点？然后我们出的作品就会再精致一点。这是个圈，你绕不过来的。不喜欢，我自己的音乐我也不喜欢。我觉得我挺极端的，就是因为我不喜欢，所以我就是想一直写歌，我达到自己满意为止。其实我觉得是沟通。首先就是我们艺人肯定是公司偏就是年轻人受众这一块东西的。然后我觉得就是为什么大家不能沟通呢？每次都是我可能要录之前几天给我发，然后我听了我去上课，就给我传达这个命令，而不是我们一起讨论给意见。我其实很讨厌这样的工作模式。我们其实也不是小孩了，就可能年纪虽然小，但其实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的，就大家其实都懂。我们其实也为没有作品头痛啊，那是我们的问题吗？哦，我们会聊，我说认真的会聊，但是有用吗？一点用没有，我发现，就我们不是说代表所有的年轻人啊，但我们肯定会代表一部分。作为一个年轻人，我们知道年轻人想要的音乐是什么，我们喜欢什么样的音乐。虽然我们肯定是不太懂商业怎么样怎么样的，但是我们知道这歌好听啊，这歌好不好听，我们难道不知道吗？那如果再把商业跟我们七个人的想法再融合一下呢？比如有作品的机会，几率就会更大一些呢？不是，我巴不得大家把我当小孩呢。虽然小嘛，但我能做很多事情，就喜欢给大家意想不到、非常惊奇、惊喜的一些东西的。我说实话，我没有。我仔细回忆了我这4年中的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光，我没有这样的瞬间，跟大家一起走上更大的舞台。我想走得更远，大家其实都想走得很远，都想站得更大舞台，所以。
着急呢？那如果我们没有作品，我们就没有办法站在更多舞台。那首先就是会不给大家拖后腿，不会因为别人觉得你年纪小，你可能会就是比如出一些这样的岔子。坏的话就是没有及时感受当下的快乐。这以后的路谁能想到到？我也没想到我现在能走到这儿，一步一步来吧。我觉得享受当下吧，因为我现在开始觉得不能太着急了。就是开车注意安全，不要超速行驶，保护好自己，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，该玩就玩，玩的时候一定不要想其他事情。还有一个就是你18岁能这样，我觉得你已经很棒了，所以要自信一点。跟别人第一次打交道的时候一定不要社恐，还是得放开自己。然后你应该会去看 Chris Brown 演唱会吧，18岁你应该会去看演唱会的，我觉得因为做这行的真的很忌讳，压力大，所以还是希望我能18岁能够开开心心的。你觉得难受了你就哭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哭一顿就好了。